在塔拉乌马拉山地之间，魔法小镇克莱以其梦幻的景色、丰富的文化以及温馨的氛围，令游客们陶醉其中。古老的火车站现在是手工艺品之家和塔拉乌马拉文化的博物馆，在那里有关纳拉姆里斯人习俗的丰富的当地历史，通过陶制器物、篮筐编织木雕以及传统织物得以保留下来。在克莱的郊外，库萨雷拉展现它绚丽的自然风光，还有雄伟的瀑布以及一座保存了数世纪历史秘密的石头教堂。墨西哥大地上的探险在克莱有重要的一站，奇瓦瓦太平洋铁路起始于此，并在穿过塔拉乌马拉山地后到达它的终点。此外，由于不可错过的全景观，这一奢华的交通工具本身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看点。在克莱的正中心，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哥德式风格的耶稣神殿建造于此。这座标志性建筑从山脚下眺望着耸立有8米高的耶稣纪念碑，从它的角度来看，景色壮观。被塔拉乌马拉山地美景环绕的克莱是自然文化和灵性交集的空间，快点来吧，它为您提供的一切会让您不断惊叹。